보시나?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 拍一下 logo， 来 ，OK， 这个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银色跟黑色的配色无敌了，绝绝子！这里差两张 SD 卡。好。贴膜贴的挺好。来一个特写。 它的机身是没那种磨砂质感的哦。啊，为什么不装原装电池啊？哦，好，要不要现在接下来开什么？ 然后有 USB-C 转 3.5 毫米的，以后可能可以用来切麦克风。充上啦。
你往前伸伸好吗？这个好小。